随着吧。哦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？我是看你还有啥需要，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是要看着我睡吗？我才不会脱衣服。也挺晚的了，焦总早点休息吧，我也睡了。大姐，你在我家赶我走，好心没好报。穿这身就睡了，明天让人给你买几身好了。哼，不用太感动，做善事。Thank you.